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每日农经》栏目，我是李冰。提起老家味道呢，甭管是什么风味儿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那就是香。哎，人们都会说啊，这老家的味道那是真香啊。但是呢，也会有例外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味道呢，不是香，哎，而是臭。据当地人说呢，只有那种臭味儿啊，才是最地道的老家味道。那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广告之后，咱们就去体验体验那种独特的味道。老家味道，老家那种咸鱼啊，把它熬成糊糊，非常的浓香，一吃就上瘾。妈妈的味道，老家味道，寻找家乡美食的赚钱机会。每日农经栏目正在播出。如果您每天能够参与到每日农经的微信投票中来，您就可以发现许多优质的农产品，而且呢还能长知识、尝美食。赶紧投票吧！我们说家乡的山、家乡的水、家乡的思念都是最美的味道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老家味道摄制组来到了徽州古镇，这里悠久的历史中流传下来的老家味道呀，让许多徽籍游子是魂牵梦绕。歙县，古徽州的府治所在地。练江穿城而过，在这条河里生长着一种令徽州人引以自豪的食材——桂鱼。70多岁的张君杰老人在练江边长大，吃了一辈子的桂鱼。对张君杰老人来说，今天能钓到河里的桂鱼比平时显得更加重要。最多在大家一年，大家姐妹啊、姊妹都一起会一下子，烧个桂鱼，大家吃。桂鱼是我国淡水鱼中的名贵鱼种，味道鲜美，肉质细嫩，清蒸红烧都是餐桌上的佳馔美肴。擅长做鱼鲜的徽州人颠覆传统，等咸桂鱼有适度臭味时烹饪，这就是徽州名菜臭桂鱼。臭桂鱼是我们徽菜当中的上乘的佳肴，那个毛豆腐也是，那是食用菌啊，那是臭豆腐，也是一直臭下臭，哎，吃着是香，那就是轻度的腐败嘛。轻度的腐败，算是对臭桂鱼肉质风味的概括表述。这种味道，据说来自于几百年前徽州商人的一次偶然发现。桂鱼呢，从长江里面来，那么我们的鱼贩子把鱼挑回来，其中有一次呢，天气又热，在这个鱼在这个桶里面就眼睛发白了。再一调到歙县徽州的话，这个鱼就烂掉了。他就把这个鱼呢，就回歙县的途中找了一个客栈，要老板要一把盐，泡到这个桂鱼的桶里面，调到了歙县。由于路途遥远，等鱼挑到徽州已经是7天后的事儿了。死鱼在桶里慢慢发生变化，散发出了一种臭味。在自家一个小巷里面烧出来以后拿下来了，这个香味是啊满巷的一种香味。哎呀，这是哪一家的鱼烧的这个味道这么好，尝一尝，的确是的，当时进家一个臭的味道，吃起来可是香喷喷的。好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流传到今天。奇妙的微生物发酵过程让蛋白质在储藏中悄然转变为氨基酸，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。味觉上的香，嗅觉上的臭，是这道徽菜的复合。徽州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臭桂鱼的。先生，哎，鱼钓来了。这一条大鱼，有1斤多。还可以，这个鱼大。这两条小一点。小一点都不要紧了。这两条小一点，是桂鱼。明天再去。还可以啊，有3条。再鲜的野生桂鱼也是舍不得马上吃的，张君杰老人要用古老的方法腌制臭桂鱼。那在这儿呢，就是家家户户啊都能发现有这么一个老物件，看它呀，这个年龄没准比我还要大呢。这个呢，很多人也认识啊，叫做瓦缸。那么在北方呢，这个瓦缸通常用来腌一些咸菜，那么南方呢，很多是用来腌肉。那在咱们家，咱这个瓦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我们这广告就在腌呢，腌鱼，臭桂鱼。哦，就要用到它。用到它。
我是以为这个鱼就是活的，整条放进去就行了。但是其实在腌制的时候还是要经过，先要处理一下哈。啊，这个鱼身上现在画好口子以后，要撒盐了。撒盐。其他的调料要不要放？不需要放，就只要盐就好了。哎，那个就是烧的时候再放进去。盐既是调料，又是最寻常的保鲜剂。平常人家通常用盐延长食品的保质期，盐也是食品的底味儿，盐撒多少全靠厨师的手艺。太咸肉发苦，太淡有腐烂变质的风险。张君杰老人小时候跟父母学过手艺，每次总能把钓回的桂鱼腌得恰到好处。那为什么要往这个瓦缸里面放上这么多这个大石头呢？把这个石头就把压力就比较尖吧。接这个水分也把它挤出来了。徽州地区空气潮湿，鱼肉在瓦缸中经过一周的发酵，于是时间烹制了徽州人喜欢的味道。因为七天以后，张君杰要用这味道招待最重要的客人，自然不能马虎。就在张君杰还在腌鱼的时候，在歙县城里开饭店的吴健也到菜市场采购食材。像这种小一点的活的，我们是基本上是35、38，批发要稍微便宜一点，最低也要批32。一般我们是2天就到市场去采购一次，因为我们酒店销量一次总在采购总在50条左右。大的有4-5斤的、5-6斤的那种，我们都比较适合做锅仔，就是用钢锅上的。整条的我们总是在1斤左右的，这叫在我们当地叫标贵。盐需要炒熟，还要在炒制过程中加入花椒。吴健这种做法跟张君杰老人的传统工艺有所不同。这个盐炒了之后腌了臭鳜鱼，它会更入味，然后腌出来的鱼味道会更好。饭店里头的这种加工规模呀，就壮观的多了。您看这一池子里头堆的，刚刚从市场上拉过来的，第一步呢就是去鳞。您看，像家里头来加工呢，用那个常用的这个菜刀就可以了。但是在这儿呢，会用到一个更方便也更专业的工具，就是这个钢刷子。那么拿这个把鱼鳞刷掉。这个桂鱼的鱼鳞呢，其实您仔细看的话，这个鱼身子它是非常的光滑的，来，您看，鳞片特别的细小，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呢，其实还是要把这个鳞刮下来。虽然那个鳞片呢小，但是如果不把它刮干净的话呢，吃起来还是会感觉口感上受到一些的影响。刚炒过的盐容易将鱼肉烫熟，导致变质，所以必须等到完全冷却以后才能食用。几十斤臭鳜鱼做到风味一致，可不比张君杰腌几条鱼那么简单，但是吴健都胸有成竹。在盐腌制的这个东西过程当中，它鱼是在发酵的，木质的桶它会散热，保持的温度比较稳定。这个温度一般像总在控制在16度的样子，一般我们腌桂鱼的开空调腌。最后一个，这样放好就可以了哈。这个压好以后，中间还需不需要再给它翻一翻或者什么？餐厅的时候要把它翻热，把上面的放在下面，下面的把它放上来。徽州人习惯在春节的小年前后走亲访友，宴请家人。张君杰有8个兄弟姐妹，团聚的机会往往只有这个时候。张君杰是家里的老大，因为父母已经离世，他们的到来就是家里的大事情。一大家子热热闹闹，淘米洗菜，烧火做饭。少不了的当然是张君杰老人几天前准备好的臭鳜鱼了。臭鳜鱼在哪里？在我印象中，我小时候就妈妈就会做了，我就一直到现在跟她学了，我就以为她的那个比我们好像还好吃一点呢。买都买不到，60年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讲，那我们就想吃，他那要想吃就到湖底下去钓，有时候要叫我爸爸去赶快。
再怎么烧都没有爸爸妈妈那个味道。哎，我妈妈是做的最好的，哪一天在你家或者过小年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啊，叫她一定要买一条桂鱼。做好的臭桂鱼满屋生香。桂鱼不是当年父亲钓的桂鱼，味道不再是当年妈妈的味道。张君杰老人坚持到练江去钓野生的桂鱼，有兄弟姐妹的情怀。每年一次的团聚，品尝着臭桂鱼，张君杰的心里格外满足。虽然父母不带，一样的美味和温暖。就想起我妈妈那时候小时候做给我们姐妹吃了，跟他们烧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要去看，哎呀，赶快烧，都希望爸爸妈妈赶快烧，当着桌子上跟我们吃呗。王老板，买两锅油。张君杰家的饭餐已经上桌。吴健还要到2公里外的油房订购2桶菜籽油。江南的徽州盛产油菜，这种沿用了几百年的油料植物一直是当地人的最爱。传统工艺压榨的菜籽油醇香滑润，营养丰富。尽管市场上调和油的品种繁多，但是吴健认为菜籽油烧出的臭桂鱼才算正宗灰味儿。晚上吴健的饭店要来一波特殊的客人，他要亲自下厨烧一道拿手的创新臭桂鱼。烧我们徽州的臭桂鱼，首先要用我们当地的一个菜籽油，然后加入猪油，入生姜，像放入我们自己腌制的鱼块。臭桂鱼做成块状烧至锅仔是吴健饭店的招牌菜。徽菜重色重油，老抽酱油和料酒是去腥上色的最佳调料。烧和炖是徽菜制作的灵魂，再加上讲究的火功，烧制的菜肴入味老道，软糯适口，香气逼人。鱼块在急火中炖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起锅了。今天是歙县中学初90级一班的同学聚餐，26年后再聚首，家常便饭，把酒言欢，有一种儿时的味道，那是不能少的。代表我们家乡徽菜的比较有名气的是臭桂鱼，那是家乡的味道，肯定要点的啦。闻起来是臭臭的，吃起来是特香。一吃臭桂鱼，我肯定就想到家乡了，那就是家乡的味道。吃了臭桂鱼，就想到了回到家里，感觉像见到亲人一样，浓浓的家乡情。128一份这个臭桂鱼。每次来点这个臭桂鱼的时候呢，不管它价格高低，只要是臭桂鱼，我们都必点，因为它有浓浓的家乡味。臭桂鱼是徽州人舍不去的味道，也是徽州人情感表达的载体。对于异乡的游子，臭桂鱼也是家的味道。今天吴健也没有忘记给我们的记者志鹏烧制一道正宗的臭桂鱼。现在咱们就来尝尝这一道当地的名菜。首先说这个肉呢，跟以前相比弹性更足了，那么吃起来的这个口感呢，臭桂鱼吃到嘴里头，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感觉香气非常的浓郁。说这个看起来呢像蒜瓣似的，就是咱们俗称的蒜瓣肉，然后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又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牛蛙啊，它这个肉呢吃起来脆脆的，除了肥嫩鲜美以外呀，更加的有弹性。桂鱼本来就肉质紧实，在腌制过程中经过石头压榨和发酵，鱼刺分离，肉白细腻，呈蒜瓣形状，风味更加独特。在中国饮食文化融合的今天，臭桂鱼不再是徽州人的专利，这道菜逐渐成为大众口味，正在走向更多人的餐桌。
你就做一个动作就知道了。这个徽州人在外地上班，然后想要吃家乡味的，他随时可以在各大超市都能购买得到。一人巧手，五味调和，张君杰的土法腌制，吴健的创新烹饪。一个月大概四五百条的样子，旅游的人过来，那就销量更多了。臭鳜鱼的现代工艺。臭鳜鱼我们现在一年销售量大概在150万斤左右，营业额大概在3000万左右。臭鳜鱼的做法上略有差异，但是渗透出来的家乡情怀却是一致的。只有这样的味道，才会愈久弥香，回味悠长。提起老家味道呢，不仅有家常便饭，还有一些从地方风味发展成的特色名菜。比如说啊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臭鳜鱼，就已经从民间美食变成了中国八大菜系徽菜的名品。那这一类的老家味道呢，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促进农产品的发展，所以值得我们全国各地呢去多进行挖掘。每天呢，我们的微信都会为您提供许多您想了解的农产品信息哈，赶紧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的网络微信投票中来吧。每日农经。